是用您的欢呼声加尖叫声欢迎 Sun Lady。 Hello， 大家好。是四位大美人好啊，是不是先由队长来带队，是不是跟 在场所有嘉宾好好 say hello。 好，各位现场的粉丝们大家好，我们是 Sun Lady。 我是贝儿。我是江琳。我是云子。我是颖竹。 Hello 大家好。是的，在现场部分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棒的声线，每个人有心中最棒的展现，每个人都是所有人心目当中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支持加油的每一位女生，而您现今更是一个非常棒的团体。谢谢。是，大声告诉我们你们团名叫做 Sun Lady。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原先应该是要安排你们好好跟他们一些互动，但今天呢来了一位特别嘉宾，首先要跟大家来见面。好，是他们算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位恩人。对，更是义兄义师义父。对，是更重要，他们又是你们的老板，身兼多职。是，每个人呢心目当中都有心目当中每一个自己的偶像，他也算是你们的偶像。对，是难得今天到现场来特别跟大家见面，当然他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做分享。好，我现在邀请他们站在你们待会中间好不 好？ 好，是。好，各位朋友们就让欢迎Sun Lady 的老板，掌声欢迎鞋子，欢迎孙鞋子。嗨，谢谢，鞋子好，鞋子好。哎，云哥好。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鞋子哦。首先呢，先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 Sun Lady 首张同名 EP 的台北签唱会，非常的感谢大家。当然，今天也是情人节啊。本来呢，今天我是没有要上台的啦。今天的角色本来就是一个工作人员、老板的角色，所以原本是没有打算要上台的。但是我想，今天活动既然也已经办了，那我想有些事情还是得要我们要努力去做的、去完成的，还是要把它完成。前几天高雄发生了很大的事件，那么对于整个台湾来讲，相信都是非常悲痛、非常难过的一天。那么我自己本身也是高雄人，然后江琳也是高雄人，所以对于高雄的情感，我想也不用再多做解释了。看到那样子的画面跟情景，我想大家都会是非常非常难过的。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很多演艺活动，都陆续的取消，尤其是在昨天半夜看到了好多活动都是取消的。但是基本上我的观点比较不一样，我认为今天的活动我想还是照办。那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刻，越是在这种大家非常难过非常低落的时刻，我认为更是应该要凝聚大家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今天在这里现场也有这么多的朋友， Lady 也在现场，高雄目前所有的朋友也都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场活动也是聚集了很多的朋友在现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凝聚这股力量，大家齐心一起陪着高雄的朋友共度这个难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现在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默哀一下，可以吗？默哀祈祷30秒，希望高雄的事件能赶快落幕，希望伤者赶快康复，希望罹难者早日安息，希望所有的事件都可以很平安很平顺的过去，不要再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是不是就请鞋子，因为鞋子本身就是高雄人出身，所以对高雄的情感非常非常的浓郁。那刚我已经看到银子刚赢得擦泪水了，最开心一起来面对迎接未来时刻，但是我们也要用这种沉痛的心情要为高雄每一位受难的家庭或个人，我们默祷三十秒，抱歉是我的疏忽。好了，三十秒当中也请大家一起共同来进行，让我们一起现在就一起共同默祷30秒。默祷毕，谢谢大家。谢谢。我相信这股力量一定很快的可以传达给所有高雄朋友们。那么虽然这只是微薄之力啊，但是大家都同样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
我认为那个向心力凝聚力是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请尽全力的去协助这些人啊，去做这些事。那当然对于表演者来讲，我们该做的也很有限啊，我们就是努力的尽全力把表演做好啊，把表演做好。所以虽然是一个祈祷还有一个祷告的一个仪式哦，但是今天的活动我们还是得正常举行啊。我们情人节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把这股难过的力量，正面的力量，对，正面的力量传给所有台湾的朋友们。是，最后我是不是来请茄子来带领 Lady 们一起，我们来喊一句口号好不好？我觉得可以一起，你们共同可以喊天佑高雄台湾加油。好，然后用茄子来带领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这句话，是八个字，天佑高雄台湾加油。好那我们就数到三就开始了。 好，预备，一二三，天佑高雄台湾加油。好，我们再一次，茄子喊天佑高雄，四位 lady 一起喊台湾加油，我们一起把笔出来哈。茄子喊天佑高雄， lady 喊台湾加油。好的，预备，一二三，天佑高雄，台湾加油。好，每个面向都有拍到嘛哈，谢谢茄子，谢谢，辛苦大家，谢谢老板，感谢你们。